主料：猪肉馅6两，鸡蛋4枚。辅料：酱油、盐、胡椒粉。料酒：肉馅加水搅拌后加入料酒、盐、海鲜酱油，根据个人口味添加。由于上面直接打入鸡蛋，这里肉馅可以咸一些，搅拌好后的样子。儿子比较喜欢吃汤汁多一些拌饭，所以比较稀。上面直接打入4个鸡蛋，放到蒸锅里蒸10分钟左右。在蒸的时候，边缘放了栗子一锅住了。鸡蛋下面是肉馅，汁水渗透过鸡蛋非常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